我移动一下镜头。拨个头发。大家午安。今天还没有全妆的我，那的话也前面跟大家聊天，边把剩下的妆补完。其实说要补完，好像还蛮多的，所以我们就一边聊天一边度过吧。大家好，这个礼拜直播日子比较少，还请大家多多见谅。只有两天，上礼拜有三天呢，还蛮多的。然后就跟大家聊了很多。就对，然后我现在化妆，大家应该不会有兴趣知道我化妆的东西吧，因为感觉在场都是男生比较多，但又现在疫情，所以就是现在其实化妆就是大家比较不会每天化妆吧，然后不会每天化妆的有优点也有缺点，缺点就是说先讲缺点，因为缺点应该比较少，缺点应该比较多，缺点比较少，对，因为缺点就是你就缺少练习，然后之后手感要再靠一阵子练习才会回来，是吧？因为之前每一天我们只要去公司练习啊，就是从我们以前到现在的规定，就是说你只要来公司就一定要带妆，然后因为这是一种礼貌吧，就是职场礼貌吗？然后你们觉得我应该画粉色系还是画玫瑰系还是大地色啊？有两种，一个是 Camel， 哦，不可以讲牌子。大家喜欢看大地系的那种比较自然的，还是可爱一点的玫瑰系？玫瑰系的。看到偷偷进来看我，真的吗？这么感动，可爱的，好吧，那就画可爱的吗？我等下顺便画完以后，我要下去拿我的午餐，因为我的午餐我叫我的外送，然后今天就办吃播吗？要吗？嘿嘿。谢谢吗？谢谢。谢谢后影送的星空历程，我就用玫瑰色的。对啊，其实我之前一直都，我画眼影之前其实都用手指头画，就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画上去，因为习惯。然后不然就是他不是都会附这种小棉棒吗？之前也都会用这个，后来发现还好，就是海涵介绍我说要用刷子。所以后来就买了刷子用，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涵涵还蛮会化妆的，然后他自己个人也蛮喜欢化妆的，所以就有问题我都会问他，而且我们是同一组，所以就蛮容易可以聊到天，可以讲到话。对，就是化妆其实真的是一门学问。哎，我感受到我的午餐抵达的声音了。我大概可能要下去拿一下，你们要等我一下，因为现在它都只能放在门口，所以我可能不能让我的午餐放在那边太久。你们也在等午餐送来吗？等我一下哦，我回家外送人。我发现他没有，他好像没有密我的意思。
ごまかしてくれたんだ春の。明日の月のそのもとさぎで空めくほど君に見えない。あ、我插放好了，我去拿一下哦。我音乐放着，你们给我，一分钟。乖，应该蛮快的吧？哼，我回来了，我去拿我的午餐。大家吃饭了吗？你们今天午餐吃什么？哇，我吃一个很可爱的。很可爱的点是它都会贴很多可爱的贴纸在纸袋上面，大家可以撕掉我是贴好玩的，它会贴很多洛梨的贴纸，就很可爱。吃公司便当，对啊，然后你看，就是我今天吃，我还买一个松饼，就我今天吃可颂，然后它是火腿起司可颂，然后我还要买一个松饼，温温的。谢谢啊，赠送，带你去流浪，谢谢。这是吸管。然后我它有副餐是，就是早餐茶，就是一种早餐的茶吧，我不知道，我觉得蛮好喝，我其实喝起来就很像红茶。对，然后我的可颂在这里，你看它就贴那个很可爱的袋鼠贴纸，就是早餐茶，可我不知道早餐茶是什么东西，就是喝起来很像红茶。我印象也蛮深刻，早餐茶这个东西应该是欧洲人嘛很常喝的一个东西，就是麦当劳套餐。我也很想吃麦当劳的早餐，其实我都起不来。就是我再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昨天发生一个蛮衰，这几天发生一个蛮衰的事情。然后就是我在边画妆边跟大家讲好了，我先把我的午餐封起来，因为我想要画好眼妆再吃。我画完眼影再吃吗？因为我不想要保持状态太久。就是我刚才讲什么？我忘记了，算了。哦，早餐茶就是我阿姨吗？没有，我阿嬷，就是我爸爸的妈妈，就是我爸爸那边啊。那时候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就是荷兰人早餐都喜欢吃面包，然后可能就是会有抹酱或者是腌制火腿可以当配料，然后就是早餐起来它就是一篮面包，然后会切片，然后一片大概就是这么大这样，然后放在那里，然后另外一盘会摆一些配料让你加，就是有火腿啊，然后有奶油啊，有果酱，甜的果酱，然后它通常都是各种面包都吧，就是白吐司，然后有那种杂粮吐司啊，黑面包啊，黑麦面包那样子，然后可以夹，然后就是这样吃。然后就是我阿妈都会泡一种茶，她就是早餐的时候午餐的时候都会喝，就是很多人很喜欢喝那种很一般的茶嘛，会不会就是在指这个东西，我在想，因为味道还蛮像的。好的，我们先用一点肤色的颜色的打底，这样子。来跟大家讲我这几天发生一些碎碎的事。你们有看那个 Ned 出来的那个？我不想再念出他的名字，所以就只能乱念。其实他最近有出一个新的电影，
是跟劫机有关的。然后我在他上片的第一天把它看完了。他叫做什么血色天劫吗？哦，对，分享随时。我先分享，我先看电影好了。就是 Netflix， 就是那个东西，就是出了一个新的电影，然后他就是叫血色天劫。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就是早餐茶，就是一个类似伯爵、席兰、大经理、阿萨姆那种那些，其实它算是红茶了。我也是混血而已，嗨，对，就是 Netflix 出来的那个血色天劫，然后就是很好看，我真的觉得还蛮好看的，就是他在讲说，就是我一开始没有很认真看那个，就对他一开始那个电影就很刺激，就是一开始我没有很认真看标题，我也没有很认真看简介跟图片。因为那个图片很明显就是画了一只妖怪嘛，就是有吸血鬼，所以我不知道这部片里面也有科幻的成分。然后我一开始以为它就是一个单纯的结晶片、结晶片。然后那时候我在我朋友家，然后我们在吃东西，然后因为我朋友是住在我家附近，然后有时候就是会去他家一起吃东西，然后就我就坐在他家去吃东西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转到这个，然后我就说要不要看看结晶片呢？我超爱结晶片，因为我喜欢看结晶片，我觉得很刺激，然后就看。然后看到后面怎么出现吸血鬼，然后我就觉得很神奇，可是真的是超展开，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可是它一部好像时间蛮长的，可是我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就过了。它是一部电影，然后我最近在看那个《遗物整理师》吗？虽然我也是跟着我朋友在看，就是我一开始没有很认真看，然后看到后面突然觉得很好看，所以才跟着他看这样子。可是真的是还蛮感人的嘛，然后也有一些部分蛮好笑的。对，可爱的妆就是要强调眼妆。其实地雷妆好像也都很喜欢画底下这个部分，可是在这边画一些颜色的话，其实看起来会眼睛会显大一点，就是我配上眼线的话嘛。我其实对妆也没有特别到很有研究，可是就是我自己是不讨厌化妆了。我觉得当偶像就是你不能讨厌化妆这件事情，因为化妆是一个你的化妆是你的好朋友，这样讲应该对吧？感觉会有第二季，很期待，我也很期待。我最近才开始，就是明明现在已经就是大家都待在家里一段时间，我到现在才真正迷上看剧这个东西，不然我之前都在家里练舞啊、弹琴那些的。化妆是易容术，这个我不否认。化妆就是最短时间的，就是最低成本又最不花时间的短时间整形，微整形。我非常的喜欢化妆，就是我敢这么断定，就是虽然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很麻烦，女生好可怜，就是。每天早上可能比如说你七点你八点的课，然后你可能就要提早一个小时起床，别人可能七点起床，你可能就要六点起来先化妆，然后才可以准备出门这样子。然后可是我个人是不讨厌化妆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化妆我每次化都有不同的感觉，就是我会想要努力把它化，看今天的妆，而且我会很容易就是因为今天的妆化得很好，然后让我一整天心情都很好。然后买新的化妆品的时候心情也都很好。大一大二才每天只做，对啊，我现在已经大一大二刚结束，我不知道我大三还能不能持续就是进行每天坚持化妆上学的这个。我跟你讲，我一不会化妆只有快迟到的时候，就是真的已经睡死的那种时候，然后起来就会马上冲去学校。我不是会因为化妆然后迟到的人。对啊，心情好，每天早上起来心情好，就是会觉得
一天好像都会很顺利一样，结果出门马上滑倒。欸，我还真的有这样子过，就是我有跟同学约出去过，然后我出门，我化好妆踏出家门的那一刹那，有一台车经过，然后那天有下雨，然后就真的就是整个水坑喷到我身上那样子。可是我的脸没有脏，可是我的衣服就脏掉了，然后就很傻眼，然后就要走，我就换衣服。大四就剩黑框眼镜了，我有两个眼镜，一个是黑框眼镜，那个很舒服，从我小学六年级戴到大，然后。因为我都没有怎么增加度数，所以我就没有再换眼镜。然后我后来又去买了一个很那个，可是那个黑框眼镜超贵，它是那种眼镜公司配的。然后后来就是都要好几，就是要几千块吧。然后后来我去那个夜市买了一副800块的，然后它还可以帮我配镜片。然后它是圆框的眼镜，就是变得说。我只要去朋友家住啊，需要戴眼镜的话，我都会戴那个比较好看的那一副这样。可是比较好看的那副，其实我戴的不太舒服，因为它是细框的，然后又是金属，然后我的很容易过敏，就是我的耳朵之前有一段时间后面受伤，就是会流血，有那个结痂，就是因为我戴那个眼镜的材质对我的耳朵好像会过敏。对啊，夜市不太靠谱。然后你们知道我后来怎么做吗？就是因为通常不是大家都会有那种，就是眼镜的那个尾巴、耳朵那边不是都会有人放一些套子嘛，就是隔绝它跟耳朵之间。然后，对啊，我以为我指月亮了，可是没有两边都有。然后我就用那个光疗，就是我画指甲的光疗胶，然后我就涂在那个后面尾端，涂厚一点，然后我就照灯，然后让它硬掉，然后它就会形成一个保护膜。聪明吧，还可以选颜色哎。我很少把我眼睛弄不见，除了我高一升高二的时候，我去海边玩，然后我在泳圈上面翻船，然后眼睛又不见了。那种在海里那么尖，真是完全找不到了。嗯，我覚えてるのに。等一下，我画内眼线的时候要靠旁边一点，大家等一下。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发生的衰事好了，就是我昨天晚上，是前天还是大前天，我也忘记，所以就是，我们先暂定是前天好了。我左边画好，剩右边就是前天晚上吃完晚餐的时候，可是我吃的东西真的很普通的东西，我不知道是吃的东西原因还是怎样，就是我前天吃完便当以后，然后晚上突然开始痒，就是我的背后就是突然很痒，然后我就一直抓，然后我就想说这怎么那么痒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洗完澡嘛，我那时候好像还没洗澡，然后就去洗完澡以后出来，然后就觉得说为什么连我的小腿也在痒。然后就痒，我就抓，然后就很痒。然后后来我是擦了小护士嘛，就是因为我没有药，然后我就擦了小护士，然后我就去睡觉。然后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你觉得是这样子吗？才不是欸，都画完这边。就是呢，大家会在卖关子，因为我的眼睛画不好。好，就是结果呢，就是超痒的，然后我就
我就起来了，然后就是我是被扬醒，我早上八点被扬起来，就是我正常根本不会在八点起来，你们知道我就是我不可能在八点起来的，因为八点还是我的睡觉时间，我通常都是中午才会起来的，所以你们知道我八点没有闹钟就起来，你们就知道多痒了。然后我就起来说，想说怎么回事，然后我就觉得超痒，然后我就一直抓，然后我就一直躺在床上去抓，然后就滚来滚去这样的，然后我就受不了，然后我就是因为我那天睡在我朋友家，因为我朋友住在附近，然后我吃完晚餐，然后我刚刚看完那个节制电影，然后晚上我洗完澡睡在他家，然后因为我朋友家是一个双人床，他的房间是双人床，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睡觉，然后我就抱着他的沙发在睡觉，然后也不会是沙沙，我觉得因为那个沙沙我不是第一次抱，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荨麻疹。然后我就突然很痒，然后我就在他旁边一直抓，就一直滚在滚去，然后那个抓声音可能很大，被人把他吵醒。他说你在干嘛？我就说好痒哦。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去厕所看看。然后他就继续睡。然后我去厕所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我的手臂这边啊，就是很多那种很像蚊子的包嘛。然后就是也有那种很大块浮一大块那种。然后我的大腿也很严重。然后我就觉得傻眼，现在怎么办？然后我就白天不知道跟谁求，也不知道问谁，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傻眼，然后我就查一查，然后网络就说哦，冰敷好像可能有用，因为我就是，可是我的朋友家就没有冰块，然后我就从他冰箱里面拿了一罐可乐，然后我就躺在床上开始撸我的大腿，我开始这样撸我的大腿，对啊，然后我就撸大腿撸，然后他就起来了，因为我很吵，然后他说你在干嘛？他就看到我在拿可乐撸大腿，他就说你在干嘛？我就说哦，就是他说冰敷。可是你没有冰块，这样他就说，那你用不着拿可乐吧？然后我就一直撸一撸，我就说好痒哦。然后他就说，还是我就是他说还是我在你去附近药局买药。然后我就说好啊，因为其实我印象中我上一次有荨麻疹，好像是我高中的时候，国高中的时候，就是很久以前的。然后应该是国中，蛮久以前的事情，因为很久。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是我冬天的时候吹暖气吹过头，就是因为我们家那种地板式暖气。然后我每次洗完澡，因为我很怕冷，我真的很怕冷。然后就是洗完澡的时候，我很容易冷，所以我每次都会围着浴巾，然后到那个电暖器前面，然后把围巾披，就是把那就围着浴巾，然后把浴巾披上去开始穿衣服。然后我很喜欢坐在暖气前面烘我的脚，然后我那时候好像烘过头，然后脚就开始长荨麻疹。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我那一天我这几天荨麻疹的那一天，我吃的便当还蛮正常的，因为我吃的是鸡排便当，然后它里面就是一个就是鸡排嘛，然后白饭，然后丝瓜跟冬粉还有青菜，就是这几样东西是我平常也会吃的东西，就是我不太会过敏，我其实不算是太会过敏的体质。然后对啊，我就荨麻疹，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后来去买了药给医生看，医生就说啊，那个如果我更严重，叫我赶快吃药这样子。然后我就回去吃了早餐，然后吃了早餐以后就吃了药，因为他说不要空腹吃，对胃不好。然后我就吃了药，然后我就躺回去继续睡。然后我朋友呢，竟然开始打 Apex， 就是我不想直接念出游戏名字，就是 Apex， 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不能一直提某个名字，所以我们就 Apex 这样子讲。然后他去玩游戏，然后他早上十一点玩游戏，就是我朋友等于只睡了几个小时，然后他就起来玩游戏，因为我们很晚睡，对不起，就是我们两个玩电脑玩到很晚，所以就是很晚才睡觉，然后所以我们八点起来都每个人都很累。然后对啊，他说你不要再撸，而且他把我那个刚刚撸到一半可乐拿起来喝，他就都温掉了，然后他又放回去冰，然后就很好笑。然后他就开始玩电脑，而且他玩电脑就是全程一直大吼大叫那种，就是他会一直哇哇哇哇哇，然后我还睡得着，就是他说我睡得很沉，就是他说他觉得很奇怪，就是他每次大叫完都会回头一下，因为他不能控制他自己，然后他就看一下我怎么都睡得很沉这样子。因为就是我以前是受过我弟的洗礼的，就是我以前跟我弟同房的时候，然后我弟就很喜欢打电脑，所以我弟就很喜欢叫很大声，就是你们知道，就是打电脑打游戏都会很激动，我可以理解。然后所以我就已经被训练到，就是听到这种大叫我是可以完全熟睡不会被干扰的那种。我之前去我朋友住的时候，就我第一次去我朋友家住的时候，就是他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我也是先睡着，然后他那时候在吹头发，因为我朋友就是一个蛮容易粗心大意的人，然后他那时候在吹头发，然后他就吹很大声，这样，然后我在旁边就是睡死，没有，就是我朋友在洗澡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
然后我就是不受任何外界影响，然后之后我朋友吹吹，然后那个吹风机掉在地上，然后他家是木头地板，所以就是很大声，就砰，然后就砰砰砰，这样很大声，然后他就很紧张看我，然后发现就是我还继续睡死。对，我觉得这个体质很方便，就是谢谢爸妈生了一个就是不会让任何人吵醒的体质。我真的很不容易吵醒，我只要一旦睡着了就很难叫醒来，除非是我闹钟声音。不要画个眼线。啊，等我把嘴巴张开。是否右眼看起来比较炯炯有神的呢？对啊，就是还好有我弟提早训练，所以我去哪都不会受这种影响。然后我就是，就我就觉得说我朋友大可过来，然后跟我一起睡觉。就为什么他要等到那么，就为什么还要先打电话？而且他很丑，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我真的太累了，就是我十一点睡觉，我就这样一路睡到下午三点。我起来，我朋友还在玩呢、欸。我就说你玩够，而且我是，你知道我怎么叫我朋友回来睡觉啊？就是我已经睡饱，可是我还是有点累，然后我就滚滚滚。哦，来去午休，拜拜，西街拜拜。就我就滚滚滚，就我睡觉睡觉，因为我朋友的电脑桌在床脚那边，就是你的床尾那边。然后我就滚到，我从床头抱他的车，他滚到床尾，然后我就一直拉他的衣服，就是暗示他说你不要再玩，然后来睡觉。就是不然，就是他再不来睡觉，我们的时差真的会哑巴。睡觉就是在一起睡才会香啊。嗯，他们觉得我左右眼线长得不太一样，大家有点看不懂我左边在画啥。还好我的眼线很好卸掉，所以我每次抠两下就掉了，只是抠一抠会痛痛的。他真的是最近越来越没水，感觉需要去买新的，好懒得出门啊。
我先画那个睫毛，如果大家真的觉得眼线不好再说。画到心累。对啊，什么？抱着睡。我都和朋友抱着睡的时候，真的假的？我是不会跟同学抱着、跟朋友抱着睡，因为我觉得好不舒服。不是，我都不是心里不舒服，是睡姿不舒服。我喜欢背对别人睡觉，而且我不喜欢跟人家面对面。好嘞，差不多这样吧。我还蛮喜欢《Eco Love》这首歌，就是风格很特别。就我们觉得这只眼睛画比较好，这只有点奇怪。我真看不懂昨天在画什么，痛扣。算了，先这样。就表示我的妆快画完了，可忘了画画卧蚕。之前朋友睡我床的时候，还会让他睡，在睡地上铺毯子。你有床洁癖吗？大家有发现我的脸会一直缩小变大呢？那是因为我今天的瘦脸太大，因为有点肿，我有点水肿。我知道早上直播就一定会，不是早上，可是现在对我来说根本就跟早上，就是我只要中午直播就很容易，白天直播就很容易水肿。我的窗子洗好澡就躺哦，不然原先洗不洗澡问题。可是我也会介意，就是没有洗澡上我的床。虽然很少人会来我的房间睡觉，基本上不太有吧。我不太找同学来家里过夜的，因为我喜欢，其实我喜欢自己在房间睡觉，我不喜欢就是房间多一个人睡觉。之前还可以，可是最近越来越喜欢自己一个人。我之前常会找杰星来家里睡啊，以前的时候，我忘了还有谁住过我家了。成员里面好像就只有杰星住过我家。其实我最近买腮红刷、欸，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支好用啊。虽然你们应该不会用，因为在座都是男性，自以为美妆 YouTuber。它就是很好看到啊，好像是浪 life 根本就看不到。腮红的一个部分，就是你要刷很多很多才看到。可是我真的会很像娃娃。嘿，哦，对，回来是女生吧？喜欢看你化妆，谢谢。那就是大概像这样子，画个妆这样，然后有时候会打亮。打亮的话，就某某送我的打亮。我打量随便用一支笔，我就想要就可以上药，就是打量刷一刷这样子。鼻子超重要，鼻子一定要打量。
我那个比你刚刚开播前就先画好了，厉害吧？好了，真的完妆了。可以吃午餐了，太开心了。就是亮晶晶的吧，总之就是看起来爱豆的妆就是比较亮晶晶一点。然后就是打亮很重要。对的，如果不一样的话就太好了。如果化了妆还被人家说，哎，有差吗？真的很难过。对啊，可是我话题回到一下刚刚说荨麻疹的事情，其实我吃了一天药就痊愈了，就是不太会再复发，因为听说有些人是一得荨麻疹就是得一整个礼拜之类的，然后都好不了，那个好痛苦哦。昼ご飯食べた？在这儿 ，Coco Days。可是我妈掉屑屑，咳嗽很容易掉屑屑。嗯，好吃。对啊，来得很突然，就是他来得很突然。我问其他成员怎么办，成员有些人得过，他们说你要去看医生比较好，可以去看一下你到底对什么东西过敏，就可以防范这种事情发生吗？困难啊。Mina 荨麻疹，对，我就是问他，他而且他好像比我久，他好像荨麻疹了一段时间。有啊，要眼线。国术终于从直男毕业了。这首歌是 Eco Love 的塞东纳基沙讲的 solo 歌，超可爱。听说他的打歌服是他十二岁的时候画的梦想中的服装，然后制作组真的把它做出来了。可是我觉得化妆只是帮自己的外表加分啊。嗯，这可颂好好吃哦，香香的。嗯，我会把在座的各位训练到不会变成直男的。嗯，好吃。嗯，交给我吧。只有擦口红，被同学说粉擦
很痛，怎么会这样子？还是你的口红太红，还是你皮肤太白？我之前也买过太白的粉底耶，泪先生还是泪江先生都可以啊。我最近疫情的皮肤变得很好，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我没有乱吃东西，就是比较吃的没有那么油。竟然疫情皮肤变差。因为疫情现在过的人就是生活比较轻松一点，然后就有更多时间在保养上面。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保养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行为，后来发现没有，保养在拯救你的皮肤。而且真的是男女都可以保养。我快吃完了，等我剩三分之一。嗯，对啊，因为马路的空气很脏。我今天画指甲，就是我刚刚画的眼线。听说脸的天然油脂也可以保护皮肤。读书妹妹可能还在青春期吧。可是如果太严重，还是要去看医生比较好。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嘛，亲朋好友们，就是有些人高中时期的痘痘很严重，然后就我去看皮肤科，皮肤科真的会救你。对啊，这个年纪最容易长这种，辛苦他了。我去拿一下我的口红。口红被我自己吃掉了。课业压力太大的话也容易吧，因为要拿数字。Sorry， 一直离席。因为我比较没有长过太严重的痘痘，可是我痘痘最多的时间是我国三、国二、国三那段时间。就是大家要考试的时候，就是会特别容易长痘痘。
觉得就是没有画口红，感觉就是会很像素颜啊。我喜欢烈焰红唇，还有想到林杰星的那个烈焰红唇。其实我觉得杰星都蛮厉害的，就是杰星的喜欢音乐的这件事情嘛，就是因为我刚认识他之后，他自己是没有还没有就读相关的东西，然后也还没有开始学习任何相关的东西，就只是一个单纯喜欢唱歌的人。然后后来他就是决定自己去接触音乐这一块，然后现在有很多自己的作品嘛，然后 IG 经营也蛮有他自己的风格，所以我就是觉得说杰星一直都是个蛮努力的人，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看见他吗？然后也希望他之后有更多机会吧。毕竟我跟他也是，就是听 TP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的感情真的太好，就是真的超好，就是无话不谈。虽然我们两年纪也有一点差距，然后可是就是他就是跟我弟弟年纪一样大的女生，可是就是我们两个还是算无话不谈嘛，然后讲话也比较对得上节奏，因为就是我们两个喜欢的东西都很相近，所以就是很好聊天。可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没有跟他像以前这么好，并不是代表我们之间就是就不再好了，懂吗？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越大，应该越会领悟到，就是有时候你的交友圈会不断的在改变，因为你跟这个人会突然这段时间这么好，一定是因为就是有一些外在的因素，就是可能这段时间你就是只能跟这个人比较常接触，然后这个人刚好又跟你比较合拍，所以你们就变好了。可是之后可能会有各种变数，就是可能会有新的人进来，然后有新的人接触到你或接触到他，就是你们可能渐渐会有一些更有吸引力的圈子嘛，然后你就会比较常去跟别人混在一起，然后就比较不会去跟以前的朋友混在一起。可是这不代表就是你们就不好了，可是就是我现在我还是会跟他就是聊天啊，开个玩笑几句这样，然后就是听他的投稿，其实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就是也都会去听，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自己之后有机会可以跟杰星合作看看吧。就觉得他很棒，应该说听 TP 一直有很多很潜力的成员。对啊，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的想法，我还没有去跟他谈过这件事情。对啊 ，friend zone 越来越大，因为我以前很常跟杰星去唱日 K， 就是我们俩很常去唱一起去唱 KTV 之类的，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感情越来越好。应该说我们在 TPE 的时期的时候感情就蛮好的。对啊，他那时候都很喜欢用些神奇的口红，他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吧。我不是说身高，我是说就是个性，可是这点也是一好事情，就是可爱纯真赞中毒。没事啊，我觉得他有时候做这件事情就是可能只是想要让大家很开心，只是很好笑。他是一个喜欢逗人家开心的人。
对啊，如果举组自己组个乐团，其实也不是难事吧，就是会弹乐器的成员其实蛮多的，嗯，就是像 Annie 会钢琴，然后小迪会打鼓，然后我会钢琴，然后也会一点点一滴滴吉他，我不敢说自己会吉他算，然后杰星会吉他嘛，然后就是 Mina 会 bass， 基本上就蛮多，思雅会弹吉他，然后他也会弹琵琶，是不是？所以就，感觉举组也可以出一个举组乐团，小雏菊乐团，我觉得这个名字就蛮好听的 ，Daisy Band。Hello， 突然想听公演的歌，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听吗？耶、yeah. ！你问 Elia， 我很喜欢 Elia 的歌，可是唱不上去，太高了。一斉の手声を上げて聞こえてくるんだ。自分の賭けの長さに気づく。もうこんな時間を意図せよ。那首歌真的蛮好听的。哎，那首歌最近不是刚破千万点阅吗？就是那个主唱，听说之前是帮虚拟 YouTuber 配过音啦，然后他之前还有唱过那个，他有翻唱过那个 Walk Rock 的那个 Content Gun Cut Dream 吗？那首歌，然后可是他的中之人后来就组乐团了。很跳、哦。我的日文是自学的嘛？我的日文算是自学吗？我一开始是自学，就是后来我去上补习班，我高二的时候我去补习，然后那时候是补到大概 N 5 N 4的程度，然后我后来是自己自学到 N 1这样子。对，而且拉小提琴的妹妹超正。我觉得自学日文不难，就是我这样讲会不会太那个？因为我是先考完才跟大家讲的。就是我后面是自学，就是我后面一直学到 N 1都是考到 N 1都是自学，就是我会买参考书回来看，然后去看范围，就是主要是多接触吧，就是你要多训练自己的听力，因为 N 1我觉得 N 2 N 1最难的就是听力测验，就是听力测验太快了。他是直接像就是日本人讲话一般的语速这样子，然后跟你讲一些很困难的字。
对，听力测验真的很难，所以大家真的平常可以多听综艺节目，还是多听广播剧啊，多看新闻之类的那些，然后尽量的不要去配字幕，然后再去理解，努力去理解他在讲什么。其实我觉得你最好的训练听力的方式就是你要听，然后你要手写写下来，然后你要记重点，记他在讲什么，看你可不可以到底把那个能不能把那个完整听了三次，能不能把完整对话写下来，然后你要理解他到底在讲什么，这样你可以记更快。大家真的可以努力去考考看，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考试各种延期跟各种停办，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每一次都可以去报报看。N6，对啊，我觉得有是有机会，而且就是你多试一个语言的证照，多有个语言的能力，就是对你的人生也是挺有帮助。对啊，可以多，其实也就是都可以啦，不用特别找考题，网络上面找有日文就可以。我吃饱了，打个点心，感觉可以下午再吃。好久没有跳 reset， 好想念他。其实就是现在换成了那个奇迹嘛，就是奇迹的感悟机。跳了奇迹那么久，突然有点想念逆转王子殿下。然后，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就是我之前跳逆转王子殿下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别扭，因为我自己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然后就练习这首歌，因为我还是 center， 然后就觉得啊怎么办？然后后来跳以后越来越喜欢逆转王子，然后可是就被换到奇迹，可是其实奇迹是我一直很想要跳的一首歌，比较想看松饼，什么意思？松饼就是长这样，它有袋子装，不好意思，我还没有打开的意思。它是那种方格松饼啊。我也好久没看 reset， 我好久没有看到你们打 call 了。现在大家不是都会办迷你公演吗？就是在家里办。全剧打 call， 母汤ですね。做洗衣要洗的衣服们也是非常的让人怀念嘛。
个人遥遥无期，大家一定都很想念公演，我也是。既然大家想念公演的话，我看我的场地允不允许让我跳舞好了，可是可能动作不能太大。哎呦，因为我的脚架可以伸长，这样子，拜托不要出错，嘿。可是就是打光可能不会太好。好像不够高，这样呢？嘿，好像还是不够高，这样子嘞。哦，可以耶！我很怕我手就会掉，真的好可怕。而且你们，我看我拍到我上面的那个，拍到我上面的。游戏的柜子，就是我各种游戏的盒子在上面。对啊，可是只有半身欸，大家可以接受吗？那我拿我讲麦克风。Hello， 各位，我是柏林。我这边刚好没有动作。我该不要从上跳掉舞吧？而且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记不记得哎。空间非常有限，拜拜。不可以，嗯，我瞧瞧看我的灯光哦。好危险哦。
还是比较习惯对我的中文歌词。就一直走，手机在极限操作，对啊，它是会一直跟着晃啊。敲到我的麦克风。还不想，还没有当过猴子。其实我是要蹲下来。大家当心，我是星星。还记不记得这首歌？超怕撞墙，把麦克风踢走。
忘记了。我不敢跳起来，因为这边我麻痹脚，就是很怕我踹到我镜头。我很忙欸，还干嘛？干嘛？什么位置？无限烟火。这渔夫帽不太好戴。
人这人格分裂如何呢？打回家打。后面怎么不会啊？加甜。耶、yeah. ！I want to kiss you again.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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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我其实不会跳，真的。下次再跳别的吧，我要缓缓的把我的手机架伸下来。怎么可以那么蠢？嘿，对啊，刚好前面三首我都跳过，这是巧合吗 ？I don't think so。我在讲什么英文？嗯，拿远点。好嘞，一块泪鼠，谢谢。之后有空复习好再跳给大家看。嘿嘿嘿嘿嘿，刘海。耶、yeah, ！大家喜欢今天的微光演吗？我调一下我的灯光。嗨嗨嗨！还派出了我久违的渔夫帽。我的200元渔夫帽，谢谢大家。Say equal all the love, yay! I'm
Sorry for you， 愛だよ。だから歩く君はどう思ってるの？それじゃダメ、おとぎ話じゃないからバイバイ。私だから大人のネイルもテクニたったコピーしても、してる最高の景色。 Oh baby 見つめていないで、 Only one の魔法をかけてよ。お気に入りのギブはまだつけないままで Love you。 不幸づけはにしてよ、言ったことのない言葉で安心させて My love you。 今はハッピーちゃんと言ってほしい。 I want you Is this okayShall we begin? 放新闻。Choo-choo me, choo-choo me, babe. Choo-choo me, choo-choo me, babe. ちょっと待って、誰このフォンナンバー？ Oh no, choo-choo me, choo-choo me, babe. 許すから。突然唱上去，不知道怎么。どうだって、大事にしているの、もっとあなたに染めてよ。街の景色に紛れないように、 Going guys でも ポニーテールも似合うといいで Love you。 Do it, do it、 このままキュッと抱きしめたら二人だけのアパレードが始まるはずよ、マイダリン。ピンク色ハートは二人で作ろうね、若ママも笑って。ワンチュー、ワンチュー、今すぐ永遠を誓ってよ。スケレイジーちゃうよ、ラビュー。くれたようにね、安心させて My daddy。 ララ寂しい時さらへよ、ティアモ、我愛にちて M。 ララそばにいるわ、安心してね My daddy。 ミコン、 I'm calling for you イコールラフィエイ。 I'm calling for you、 I'm calling for youI love you。 yeah， 这首歌真是，这是我的入坑曲。した日々の里一つも残さずに、さよならだ。一人ではあるダサに。为什么一直照到下面？哎呦，夹到手。等一下啊。エテラマダミボウダゼ。誰のせいでもない、多分僕らは何回だってきっとそうなんね、だってきっとさよならと共に終わるだけなんだ、しがないがないよきっと。うれり思わずこぼれた言葉は違うな。
歩けた3人ふと思う誰かの行動二人で過ごした日々の当たり前が疑っている悪いのは民だそうだけ悪いのは僕だ多分これも対準できれないでしょそれは最終的な答えだよ僕らだんだんどうせ自然なのそれなのえアルバハマわずのせいな歌は何回だってきっとそんなネタってきっとさよならに続く道を歩くんだしがらないだよきっとおかえりいつものように登れ落ちた有公也蛮顺，可惜可对啊。发现跳公有不然把恐龙吃掉。的感觉真的很难唱出来。好了，下一天今天的排行吧。今天的第十名，谢谢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第九名，谢谢 CJ， 谢谢 CJ 哦。第八名，谢谢依依整西男子，谢谢你。第七名，谢谢 Hana， 谢谢 Hana。第六名，谢谢 Boss。第五名，谢谢钟莹，谢谢钟莹，谢谢第四名 后影，谢谢后影哦，接下来前三名，第三名谢谢 RTY， 谢谢 RTY， 第二名谢谢何然，好想唱哦，再来是第一名，噔噔噔噔噔噔，谢谢阿正。そんなことがこれで知らず知らず隠してた本当の声を響かせてよ、ほら。見ないふりしていても足りそこにある。ああ、感じたままに描く自分で選んだその色で眠い空気まとう朝に訪れた青い世界。好きなものを好きだという怖くて仕方ないけど本当の自分で会えた気がしたんだあ、刷看完毕好的感谢大家今天来我看一下那个下次直播时间等一下好的，下次的直播时间，下次直播时间是明天的晚上。哎，不是这样。对，下次的直播时间是明天晚上的九点，所以明天晚上九点比较热闹的话，搞不好也可以就是有多一些好玩的环节之类的，跳跳舞之类的，刚好可以运动。
还可以复习。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然后我们明天直播见喽。马上切回白光，抱你有点黄。好，谢谢大家，我会带好心情去面对新职场。小黑加油，祝你的一切顺利。连两天，夜直播了即将上线，那什么奇怪的名字？笑爆，拜拜。